哎呦，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不管，我今天不要走反调路线。我不想带给大家太欢乐的离开。最近成没有啦，因为我想要接一个，因为最近那个成龙不是要来台湾拍戏吗？就是，所以我在那时候就是在干嘛？我都是你们啊，一直讲，我都不敢看他们那边。就是没有啦，就难免有些人都会害羞。你看我在对他们讲话，可是我都不敢往那边看，我就往那个远方不大鸟我的人看。好了，好，因为刚好成龙来台湾拍戏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有看到他们在写那个，就是在说林凤娇跟成龙之间的故事，我看着他讲到的，就是有在写他们的故事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假如我今天是林凤娇，我的感觉是什么？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，叫做《一个人》，最后的一首歌，大家悲伤的离开吧，回去好好反省今天所听到的东西。自己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着
谢谢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刻，现在时间也是结束了，那记得大家有空要回家陪小孩，就是就算像是成龙跟林凤娇之间有那么有距离的，就是有空也要回家多陪小孩子，谢谢大家。